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心共繁育出生大熊猫宝宝31只，野外引种试验连续2年取得阶段性成功。目前，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已经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大熊猫圈养种群，达到了285只。经过多年的实践研究，圈养大熊猫野化培训放归取得初步成果。